娘，王爷来我们府上了，说要见您。父王要见我？是安王殿下。小跟班。农农回来了。小跟班，对不起啊，那天因为有急事就忘了约定，后面又匆匆去了别庄。无碍，那日我等了你些许，见你没来，便知晓你有事。怎么，没什么大事发生吧？没，都解决了。那便好。怎么，从别庄回来之后，还知道画花店了？哦，被虫子咬了，留了疤，就这样遮丑。尺之木，必有节木。寸之玉啊，必有瑕疵。不过你画了这花店之后，倒显得你更美了。你要安慰我，也不要这样说吧。哎，要不我也给你听听吧。我就不必了。怎么，今日你可有好事发生？何出此言？我还不了解你。哎，也说不上什么喜事儿，就是我此前有个友人，他的一个亲人差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，我本来是恨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想他应该能处理好吧。那便好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 iQIYI